Learning Chinese as an adult might seem impossible, but today my friend Mairead Harris is gonna tell us how she went from zero Chinese at 18 years old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non-native speaker at Middlebury College, home to legendary summer language programs. You'll definitely wanna hear and implement what she has to share. And by the way, my new pronunciation bootcamp to get you listening and sounding like a native launches on September 18th. If you wanna know more, check out the link below. But let's hear from Mairead now. 大家好，我叫何小曼。我是在美国佛蒙特州出生长大的，中文是在明德大学，就是 Middlebury College 学的，然后后来呢，我在中国国内教了两年英文，回美国之后呢，就开始教中文了，然后中文基本上都是从那个时候一直都教到现在，有段时间教了一点西语，但是除了那几节课之外，就是教一直都教中文，我目前教的是自己的母校，就是我就回到明德来了，然后我在这个明德的中文系当讲师，讲师也就是说 lecture， 就是说我只教课不做研究，夏天的时候呢，我在明德的这个沉浸式项目，我们这个暑期班是一个可能比我们这个本科生的中文系还要出名的一个项目，就在那儿当副主任，我之前就是每年夏天都会在那儿教一年级初级班，最近几年就是换到行政方面了，所以呢，就是在来明德之前，在美国的一所公立中学教了接近十年的中文，我在那儿的时候是我叫做一个人的中文系，就是学生只要他学中文都是我来教，我没有合作伙伴，所以这样有利有弊，我觉得我就真的是我跟学生的关系非常的好，然后能教同一个班同一批孩子教六年七年，就是这种关系是真的跟其他工作很不一样的，而且能看到他们的成长，很有成就感，但是非常的累，这个备课的工作量非常大，所以后来转到大学就是挑战又不同了，就觉得这个学生不一样，教学这个方式也不一样，而且整个环境也都不一样，不过都是教中文，所以我在这个行业就已经就快15年了，哎呦好快对呀，然后就是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学习的这个过程呀，还有就是教中文这一块的一些想法呀，小经验吧，然后非常感谢范老师今天请我过来，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不同就是在不同教学环境当中教书的老师，我觉得我们就互相学习的机会就非常的多，我也很期待就是今天能有机会跟您好好来交流一下。我们首先还是先回到您个人作为学习者的这个经历的最初啊，就是因为您说是从大学一年级在明德大学开始学中文的，那个时候为什么选择了中文，或者说那个时候是不是你第一次接触到中文，还是说之前已经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或者动力。 One thing that people are always surprised about is how good He Xiaoman's accent is. She learned it as an adult, and I want to help you do it as well. The latest session of my Mandar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Bootcamp is starting on September 18th, where you'll be getting daily missions, individual feedback, and weekly office hour live streams where you can get one-on-one instruction with me. You can get it for a great discount right now, so click here or the link below to sign up and find your perfect Mandarin accent. 我上大一的中文101的第一天真的是算是第一次接触到中文这门语言，因为我是在佛蒙特的一个小地方长大的，然后那儿也不算很多元化，其实我小时候跟就华人也没多少接触，所以呢我自己选择学中文而不学别的，就是因为对语言本身感兴趣，我上中学学了法文，后来学了几年西班牙文，然后我就申请上明德，就决定就知道就来明德知道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外语比较出名，然后我就对这个很感兴趣，然后可能自己也比较天真吧，就没有多想，就觉得好，这中文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第一是因为文字
跟英文的字母不一样，而且我很难想象就是汉字这东西它不是按照发音去写的，那怎么写呢？这个就对我来说，我就觉得第一很有挑战，第二就很让我就很难想象。然后呢，我当时还听说过中文是没有时态的一种语言，然后学过西班牙文和法文的我就觉得，这个呢，那怎么样表现自己呢？怎样表现过去式呢？就觉得就很好奇。我是对这对中文这门语言本身就带着好奇心来的上第一天的课，但是我并不了解就中华文化这些，我一点文化背景都没有。那个时候又没有社交媒体啊，就那个网络有是有，但非常慢，没有 YouTube 这一类的资源，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其他国家。对，真的是对我来说，那个时候中国是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而且这种语言是个非常神秘的语言。就即使现在其实有了互联网，好像互联网很发达，然后网上的各种资源也挺多，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比较值得传播出去或者让大家更了解的关于中文语言的特点呀，这些还是不太够。就是您刚才说，就是十几年前您在所谓对中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您还是知道中文是一种没有时态的语言，但是呢现在说实话，在网上在社交媒体上还是经常有一些所谓的中文老师吧，就是简单的把了说是一个 past tense marker， 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非常初级的错误，但是现在这种错误的介绍解释还在网上广为流传。所以其实我感觉就是作为这个中文教学行业的一份子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就是需要面向社会或者面向大众去做这种科普的工作。那也是，他们这个明德中文系那个时候学中文的人很多，那是2005年我上大一的时候，然后101中文101第一天那个班上坐着60几个人，就很算很多，算很多，因为是那种很小的文理学院，所以呢就觉得很有气氛，然后觉得好，那老师也蛮就那么有热情，然后对学生又那么好，所以第一是因为老师好，然后不管是学什么科目，我觉得只要有个好老师，很多学生都愿意学下去，所以呢就一直都学呀，然后就觉得，我觉得学了大学学了4年也没有想退，就觉得那么有意，当然难是难，但是很有意思，然后就觉得很想一直都学下去，所以我是主修的是中文、西班牙文两种语言，然后明德的这个外语专业它其实是个文学专业，所以除了语言课以外还要上文学之类的一些课程，有的是看翻译版本一些小说什么的，到了高年级就看原文，所以就这样学了4年，然后大三那年去中国杭州还有北京都待了一共一个多学期，就是在北京1个月，然后后来去杭州，在那儿就是我们这边的春期，就是 spring semester 在那儿，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跟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先生，一起去了中国，在那边我们是先去了湖南，在湖南待了6个月，后来回到杭州去，我们是在杭州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他也是个美国人，也是学中文的，所以我们先去杭州是因为他想要他有个福布莱特奖学金，他要专门研究中国的茶叶还有茶文化，对，他要去很多种茶叶的地区去跟当地的农民就沟通，要做好准备。那我们在大学学了4年中文，那老师们说的话都是非常就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对，去福建呀跟一个种茶叶的农民讲话，这我们这种标准的普通话是没有用的，他听得懂你
听不懂他。对对对，就选择先去个小一点的地方教了一个学期的英文。当然不同地方的这些方言呢、啊、而且方言带来的口音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习惯了一次第二次不会那么难。感觉听上去主要这个挑战就是方言或者这个不同的口音带来的一些语言上的困难是吧？是的，对，这个是现在作为老师我也能理解，因为我们要教学生说的是就标准的普通话，并不是说为了标准而标准，我们是希望他们说的话别人都能听懂。对，因为我们这么教给他们的语言输入都是这种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当然我觉得对学生也有一定的好处，不过听力真的，我刚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去北京，刚到北京还好，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去了杭州。杭州我现在听杭州人说话， 我觉得一点口音都没有。很标准了已经。标准了。不过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有个当地的室友， 有个同屋，他是就从当地来的，他们都会给我们配一个，就是他要稍微帮助一下嘛，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帮忙。我室友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他现在我听他说话我觉得已经很标准，都可以当老师了，但是他真的是只带一点点口音。然后因为他不是老师呀，他不知道我学过哪些词没学过哪些词，他说的是他自然的语言。我当时我后来发现，这是我从我在大学学的那三年，就是去国外之前的那三年，没有很多机会听真正的真实语料，就是没有被老师去编辑的真实语料。然后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什么 culture shock 这种吗？有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跟同龄人的文，就中国大陆的同龄人的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比现在要大。就是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像社交媒体还没发展起来，然后我们是就真的是有一沟通上会有一些就并互相不了解。就是现在一般的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他们都在网上都看过美国电视啊，很多电影啊，他有一点点了解，但是那个时候就并没有，所以真的是从零开始，就那种感觉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我就发现可能有一些就是跟性别相关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谈恋爱这一块。我那个时候不是认识了现在的先生嘛，他也是美国人。我们谈恋爱的过程跟当地的学生谈恋爱的整个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意识到我的同屋他有点不开心，好像他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就花的时间很多，我们是经常在一起但没有正式说我们正在谈恋爱，就是那种可能也就这些，我觉得还好。我而且那个又简单呀，我又是跟另外一个美国人在一起但是就觉得我们的这些同屋呀同学他们好像有点看的又都觉得有点不对。那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我觉得我应该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一些顺序啊步骤啊。大家觉得这个确定关系应该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做这样的。对呀、所以这个是个就比较明显的一个不同。不过留学的时候倒还好。是后来去湖南那儿，就是我们两个人去那儿工作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外国人。就身边没有那些可以去就是聊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而且那个地方又不是大城市，所以当地人
有很多人他们我们是他们看过的第一个外国人就是你啊，然后这种压力很大呀，你要好好表现呀，你要给美国你知道吗，就要给美国丢脸。对呀，就是不想丢脸。然后因为就别人看到我就知道，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地的，然后会叫老外呀，就有些喊我们呀。有一次我们就是在路就马路上就走呀，忘了去哪儿，反正在去吃饭的路上，然后有个老太太真的是从马路的另一边跑过来。老太太身体还挺好的，还能跑过来。你们外交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打招呼都打招呼都没打，就直接问这个，就觉得 OK， like, 好，那我该怎么说呢？喊一个回答，那么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会我当时不太习惯那么多人都关注我，就每次出门。都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就轻轻松松的呀，安安静静的出去散个步，你每次出门都是大事儿，对啊，就是明星的感觉，当地大明星的感觉。对，我很不想当明星，我觉得我已经体验了这么一点点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很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要一直都是就自己就觉得一直都没有办法好好融入当地的这个社区，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难受啊，就是一直都好像是一辈子的客人，因为没有被真的平等的对待，就是总是带着某一种有色眼镜在是被观察被对待，就是对被观察，然后对被关注被就。我们那儿有两个就挺好的朋友，他们是当地人，湖南人，然后在澧县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新疆烧烤店，他们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是一对夫妻，然后我们很想请他们去吃个饭，请他们去吃火锅，我们提前一天先到了那个火锅餐厅，已经买好了单。提前付的钱，太厉害了。第二天到那儿去跟他们吃了好多火锅呀，吃得很开心呀，这个火锅一起吃多好，吃完了那个服务员把昨天交给他的钱还给我了。还是没有争过，争不过没有成功呢，赢不到课呢，就觉得我真的是我当时就很郁闷，就觉得我真的是一辈子的老外，一辈子的客人，我想请客都请不了。对，而且真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就是已经把这个工作做到很前面了，还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这个是可能文化上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就是我是这那是已经十多年前了，但是我觉得我这十几年我是在慢慢的去就是摸索呀，发现我作为一个就是外国人，作为一个老外，我在华语这些文化的圈子里边，我这个人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不管你中文学的多好，我一辈子也不会变成个中国人嘛。我觉得这个学语言又不是为了变成另外一种人，但是学到就认识了那么多人，然后这个文化语言学了那么多呀，当然你一辈子都学不完。我这个学习者，我这个就教师，我这个在非教育的这些场合当中我是个什么人，我不想当一辈子的客人，但我知道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就让我觉得很烦，因为我长大的地方就是这种新英格兰地区的小镇，谁都认识谁，对我来说这种归属感吧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要住在这么一个地方，我要认识我身边的人，我要跟他们有长期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在中国的一个小地方我就发现我在这种地方是
这种归属感是得不到的。嗯嗯嗯，所以还不如回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去，就是外国人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别人看到我不会那么吃惊，然后可以过普通人的生活，稍微舒服一点点。嗯嗯嗯。但是对，这个是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但我觉得到没办法，又不能克服，就是说呢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份，然后慢慢的去接受。 By the way, we actually talked for close to 3 hours and she shared so many more amazing tips and experiences. Remember what she said, check out the link for the bootcamp below and go check out this video to get your primer on Chinese tones before the bootcamp starts. Remember, with Fàn Lǎoshī, Chinese makes perfect sense.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